VivoBook S400 这是在资讯月新上市的产品，它有14寸的宽萤幕，以及呢可以让大家呢用自然流畅的触控回应，让使用者和全新的 Windows 8完美互动。只要2秒，你就可以轻松的由待机状态回复到工作画面，随时随地可以高效运作。继续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由星河科技公司提供的 U940 笔电。这台笔电呢，它的产品特色是速广长美，当中搭载了第3代的 Intel 处理器，使用起来更快更流畅。那另外呢，是14寸1.8公斤的大萤幕，长效待机可以长达6小时。另外，它的机身部分是轻量化的雕花机身，采用了高精密不锈钢转轴，在我们资讯月呢，直接是降价了5000元，特价27800元。继续，同样是由星河科技公司提供的 L840 笔电。一样是有14寸的萤幕，是轻量型的1.96公斤，采用了英特尔后处理器以及 CSV 超显量萤幕。那这一台 L840 呢，在这一次的资讯当中，同样是促销的商品，直接降价2000元，特价是19900元。继续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宏达电公司提供的 HTC Butterfly， 就是现在广告中的蝴蝶机，在高雄资讯院当中新上市的产品。它的机身厚度非常的薄，只有9.0800。那另外，萤幕的解析度是高达了440 PPI， 当中采用了 Android 4.0 Jellybean 的作业系统，4核心的处理器。目前呢，在网络上还有电视广告当中呢，是强打的主打商品。继续要推荐给大家的是高雄资讯月的首卖产品，是由人因科技公司提供的4核心10寸旗舰平板电脑，搭载了3星4核心的 1.6G 高速 CPU， 另外呢是9.7寸的 IPS 多点触控萤幕，配备了前后双镜头以及 HDMI， 最新的 Android 4.1 系统，内建的 WiFi 以及 Bluetooth 蓝牙 4.0。继续同样介绍给大家的是人因科技公司提供的数位电视以及导航平板电脑，同样是在高雄资讯院当中首卖的商品。它可以直接来收看台湾高画质的 HD 数位电视，那内建的 GPS 卫星导航晶片，配备 4D 重力感应器，同样在当中是搭载了最新的 Android 4.1 系统，有200个小时的超长待机。继续要介绍给大家的是台品科技公司提供的 Olympus EPL5 数位相机，它的产品特色呢，就是萤幕触控式的自动对焦，另外搭载了12种的艺术滤镜，让使用者可以透过特有的效果，表达自己无限的创造力。那另外呢，现在呢，可以让你直接用大角度的翻转萤幕，所以不管你是要拍低角度或是高角度，都可以帮你轻松捕捉画面。继续要介绍给大家等待5台前的是 PapaGo 原勤科技公司提供的 P1Pro， 这一台行车记录器呢是采用珍珠白色，不管是造型的设计或是纸板上面呢都更加的时尚。那另外呢，原本它的建议售价是5980元，在我们高雄资讯院呢只要4990元，还会加赠 8G 的高速记忆卡，这么优惠的方案只有在101年高雄区资讯院 PapaGo 的摊位才有。接下来要介绍给大家的是嘉明台湾豪电公司提供的 Nubi 3595R 完美达人机，这是嘉明首度结合的 WiFi 行车记录以及高画质的多媒体卫星导航发表的全新导航产品。那在这一次呢101年资讯月当中呢推出的新一代卫星导航，这一台呢可以说是不管你可以单纯的导航指引，另外也可以提供给你全方位的影音娱乐享受，出门在外非常的方便。紧接着介绍今天最后一样科技产品给大家，就是由东比公司提供的黄金算盘碟。这个黄金算盘碟呢非常的贵气，而且它是纯手工匠特制黄金算盘碟，那当中每一颗算珠都是可以波动的，采用了 USB 的传输界面，随插即用。另外呢是防水防震终身保护，内建了Toshiba原厂的顶级晶片。
就是东比公司要介绍给大家的黄金算盘底，是不是可以请现场的长官及贵宾给我们美丽的分秀秀热烈掌声，谢谢他们带来精彩的科技亮品秀。